这样 push 九分，然后这样卡在这里，这里有点紧，我到时候跟他讲一下，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，卡得太紧了。那上面的盖子呢？哪个盖子？就是卡盒的盖子怎么打开的？卡盒上面的那个黑色的盖子。那个比较难打开哦。他说他要这个可以揭开的，他当时买的时候就说，他说他要卡盒可以那个这盖子可以打开的。要这样掰开。我们里面没有挑线，这是我们用来拍照的。嗯，